Might be on something. I might do the right thing. Spike Lee on something. Mm. I just might sip on something. Disappear for a month. I might dip on something. Springing into action like a bungee cord. Standing on the corner, getting no applause. Nah. Squinting through my eyes, I don't know them boys. Who that? What you hopin' for? Cream, get the money, dollar bill, y'all. Okay, Ramen noodles for a meal, how I feel, dawg. Why you placing judgment, I'm just trying to live, dawg. Put it on my head, cause it's not what it appeared, dawg. Nah. Low key, cutting through the bushes so they never scope me. Uh. In the field where the lane is stuck, you got, you got chain, you got cane, what's your name, what's up? Where the real dope dealers looking lame as fuck. But the real dope 我们来无聊来做一个地签调查，我是没有要去投啦我也对各位要去投谁哟，我我没有没有意见，好玩就好了哦、喔。 你同意就写同意，啊，不同意就打否。白一点呐、啊，你蓝的就打四吧？你绿的就打否吧？啊，也不是蓝绿问题啦，反正他妈的嘞，我们无聊投一下。啊，没有要投的就不要参与投票了。我们没有要投的，我们等一下再再再,再来一个。 四个不同意就是打否就对了。四个不同意就是打否。四个同意就是打四。好，好，看了二十五比七十五趴，再来再来再来。啊二十五比七十五趴。二十五比七十五趴。 其实我觉得，好，我们等一下再聊这个。好，我们还有三十秒哦，还有三十秒。说完话之后还有二十秒，十秒，五秒，四秒，两，幺，停。啊，这就是我们做兵当兵的时候这样子，被被班长玩的这个这个读秒啊、哦，三十秒其实他妈不到十秒。 是说，我以前也是这样子玩兵的啊,啊！好，我我们也是这样玩兵哈，哈哈哈我以前是这样玩兵哈哈哈哈啊啊啊,啊！啊啊、来，再来哈，你会去投工投吗？好。 我是觉得我是不会去投了啦，哦，因有为有看加独蓝干你你啊咧，维刚无猜啊干干正事都不做，两个都一样，在野执政都一样。好来，你废弃投票咩？啊还是利用这个时间出去玩捏？就这个礼拜六吗？这个礼拜六嘛，对不对？还是礼拜五？还是礼拜日？干你你啊？ 礼拜一啊礼拜日？下礼拜日啊礼拜,拜六？下礼拜六。八号看一下，十八号是星期六。你们会去那边排队吗？排队。 嗯，排队哦。嗯，台湾人最喜欢排队，对不对？晚上好，谢谢大家信任你的一百七十块。 谢谢脏话社投资袜姐，好，很好玩哦。那边搜一下袜子啊，对啊，我们的厂商在那边买，正港台湾做的。哦，大家都不去啊？还是有人要去啊？还是有些人会去投了、啊？还是有人会去投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没有啦，你。 其实为什么不去公投哦？我在那边跟大家讲我的心声呐、啊，我的啦。第一个，公投并没有任何的法律效益。哦，我们举例嘛。上一次公投，我投了，我赞同同性结婚，但是后来出来的结果是不大不同意大于同意嘛。结果后来呢，蔡政府还是让他过啦。 所以就是说，这个公投呢，它只是一个民意的展现，它并没有，它并没有任何的法律效益，或者说你投了之后呢，政府就会听你的去做。哦、oh,，You understand？公投只是一个意见调查表，公投只是一个意见调查表，让你懂我意思了吗？哦、oh,，它是一个意见调查表啦，就是说。 你喜不是喜欢馆长捏？哦，馆长可不可以在路上看到人就颜色问人家吃钻石呢？结果大家都同意了。哦，结果政府还是说馆长你出去射看看，你射了我就把你抓起来，你随便问人家吃钻石看看，我就把你抓起来。所以没有用嘛。比如讲啦，我只打个比方啦。馆长可以去路上裸奔吗？哦，结果公投嘛。 结果大家同意大于不同意，结果馆长脱衣服，哈哈哈,哈，解放了。结果一脱一走出去，我家不到五分钟，警察北北就上手铐就带走啦。因为因为法律没有改变，法律没有改变哦，因为同意嘛，就是大家都想要看馆长裸奔，但是呢，但是你看、啊、投完之后，你看、啊、法律并没有更改，所以馆长裸奔呢。 还是会以好公共猥亵罪啊，官长上手铐了，然后就走了。哦，是这样子的，你懂我意思吗？懂我意思吗？所以我不会去投，是因为说，是因为是这样，因为它只是一个意见调查。如果说今天这个选项是有立法的效益的话， 有讲说，公投就等于是修法，哦，那我一定，我一定会去投，哦，而且我也会提出一个公投。我相信我提出这个公投呢，其实这是一个双面刃呐、啊。我会提一个，我会提几个公投。第一个，炒房是要让他。 变成一个刑事责任罪，炒房者必须关，罪责很重。第二个，必须房子超过几间以上的，必须科重税，重税。哦，第三个，如果房东不让大家登记，登记哦，闪税，不让他登记。 每个租屋者都应该让他登记场登登记籍登记户籍，不让他登记者重罪。第四个，我也来个四项同意嘛，我保证全台湾人，我这四个同意绝对都同意。第四个，哦，判处死刑者以及无期徒刑者必须彻底执行，也就是说，实行的你给我马上打掉，确认的你给我马上打掉，你无敢判可教化无期徒刑的不要给我放出来。 不可假设，我保证，馆长提这四项公投，如果有法律效益，如果有法律效益，就是说这四个公投过了呢，立法委员必须按照这四个公投的精神去往上通过立法。我相信，那这你懂我意思吗？如果这个公投是有效益的，这些立法委员就吃懒觉啦，大家每年都要公投，这些人就死定了、啊，那他就不用贪了、啊。 所以立法委员也不会把公投法改成它是实质的，只是说为什么要公投？为什么要公投？为什么要恐吓大家？因为他因为再来是民，我大家都知道嘛，台湾是民二零二二年要选举，二零二四年也要选举。公投等于民意，公投等于两边的角力，蓝绿角力。哦，你给那四个不四个，我讲白的就是这样。 四个同意就是你支持，就是我们在野蓝的；你四个不同意就是支持我们绿的。所以他是在做一个广型民调，并且在做一个，所以他不能输，他不能输。他输了，他就等于二二年可能输，二四年可能输。他是这个民意调查是一个真正的，因为拉达知道吗？ 一下什么美丽电子报，一下什么苹果日报，一下什么 ET Today，一下 TVBS 民调，一下远见杂志民调，一下商业周刊民调，民调大家所有人都说啊，民调都是用做的、买的、假的。但是这种公投呢，是真正人家去投的，所以这个的确可以代表一个数据。所以为了这个数据，为了这些狗屁，他们这两党耗尽了无数的资源。 耗尽了无数的金钱，我根本算不出来办这些公听会啊、游行啊，号召啊、游览车便当啊，一场又一场，一场又一场啊！听说两边都办了几上千场嘛，要耗费多少 money？要靠多少人拿钱出来办？这么耗费人力、物力跟时间的，从这个已经吵了半年，你只是在弄一个大型市场民调。我们今天要有脑袋一点。 我认为它就是一个大型市场民调，但是我们真正我们人民需要的东西呢？暴力犯罪、枪支犯罪、组织犯罪、黑社会、炒房、高租金、高房价、高通膨、道路的法则、马路三宝、天天打架杀人。 这些真正想改的经济面、犯罪面、刑事法案，这些真正需要动都不动、做都不做，男的也不去监督，执政党也当作他妈聋了。反正每次出事，震怒，震怒完了就没了嘛，震怒嘛，震怒嘛，震怒嘛，哦，震怒。 所以他是民调，他是一个民调，就这样子。然后呢，有人被威胁恐吓，新闻也不敢报。我给大家看一个东西，今天的《虽然时代力量》真的是还蛮可怜的啦。哦，《时代力量》真的是还蛮可怜的啦，《时代力量》现在已经没什么人要理的嘛。 逐渐边缘化嘛？哎，那他有破一条东西，大家看看这个哈、哦，来，大家看看台湾有多悲哀哦，连新闻都报都不报啊，来啊，我之前就讲过了，这个连风声都收到了、啊，你看，《时代力量》前立法委员黄国昌追究台北监狱典狱长违法滥权，记不记得这件事情？ 多次同意特建，政府对黑道宣战，黑帮分子毫不收敛，而且现在放话要对黄国昌没有戏啊！哦，然后新闻报了吗？来来来来来，新闻报了没？我想问一下，这个重不重要？ 新闻有没有报？所以黑道就是你民进党在围的嘛？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各位民进党的支持者，聊天室有这么多民进党的支持者，我也支持民进党嘛？这是什么东西？真的呢？ 一个司法的典狱长，一个司法机构已经黑道已经在控制整个司法结构了，各位知道吗？只抓小的啊，上面的大头已经控制台湾整个司法结构了，你们知道吗？这个我两个礼拜前，如果有人第一次看我直播的话，你问聊天室的各位。 我两个礼拜前是不是就已经讲了这些东西了？那么今天时代力量又把它剖出来。我两个礼拜前就讲了嘛。今天时代力量又把它剖出来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来，人家党团都剖了，党团哦。我两个礼拜前就讲这件事情。黄国昌，人家现在恐吓他，没有死了，要要要给他开枪了、啊。我讲白了就是这样了、啊。你再查下去，哦，就是保和会这些人。 那么上面还有人，警察在干什么？司法单位在干什么？整个司法单位被黑帮控制。 我没办法、啊，没办法、啊。保和会是不是绿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但事实上，他们这几年，他们这个典狱长乖得很，整个司法结构是被保和会他们黑帮从后面操作的。 所以他们无法无天，要打谁就打谁啊！你们到底有没有去看保和会？他这几年打的是谁啊？都是一恐吓的是谁啊？他们现在都恐吓上市會公司的老板，在立法会外面都开枪，你们都不知道吗？你去查新闻啊！去查新闻啊！ 然后每一个小区都可以特建啊，然后新闻都不敢报啊。 那没办法。 黄老师哦、喔，老师，我这边好几件防弹衣，也要帮忙来买一件。我们这边很多件呐、啊，我们有防弹衣、防弹盾牌，要帮忙买一件，可能要送一件给黄老师啊。我这边好几件，可能要送他。 可能要订一个三级亏啊！笑着笑着就哭了。所以我才说嘛，台湾人应该要用枪才对啊！对，对,對。 刺青哦、喔，现在这个时代哦、喔，刺青还是找专业的，好不好？真的要向黄国昌讲一下了，黄老师真的是，他现在在查、欸，他现在在查、欸。